期的主题都不太一样，今天这期是这样的，婆婆对儿媳妇。要说起来我们编导可不容易，找50个儿媳妇，找50个婆婆挺难的了。在这边就是我们今天的50个婆婆。这么年轻就当婆婆了哈。坐在这边这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影视明星史炎啊，跟大家打一招呼吧。大家好，婆婆好。您客气啊。我们合作好多次了，在我的好多戏里边他都参与了演出，导致收视率一般啊。在我心里边啊，你看他演了好几回我媳妇儿，我拿着当我把兄弟看待啊。你今天剃了胡子我都认不出来了。最近忙什么呢？忙着学习怎么跟婆婆好好相处。太好了，戏里的演了不少儿媳妇了是吧？对。但今天坐在儿媳妇的方阵里面做队长，相信你会很多话想跟大家说是吧？来讲一讲。我呢是想代表全天下的啊，说得真好。全天下的媳妇儿和婆婆呢，要和睦相处，才能让我们的这个社会更和谐，才能让是婆婆的儿子，我的老公，少受夹板气。谢谢您的言不由衷，谢谢。谢谢我了解他，他平时不会这么说话的，这知道上电视了是吧？来，好好准备一下。好，谢谢史炎，谢谢。这边是我们今天特意请来的50位婆婆，欢迎你们各位。我跟您比较熟啊，谢谢。这个以前做到底是谁的时候，您是我们的座上客，经常到我们那儿唱歌跳舞。今天您作为我们婆婆队的队长，相信您会有话跟我们大家讲的。我想我作为一个婆婆，首先以我做起，百善孝为先，不错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和谐社会，和谐家庭。好极了，这句话说的都值金子了啊！话虽如此，但能做到可是不容易。今天这边是婆婆，这边是儿媳妇，我的身份是儿子啊，希望我们全家快乐啊！你别笑。你们一笑显得就不合适了。呀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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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呀呀呀，为他好不容易。哎呀哎呦，宝宝宝宝宝宝，来乖来，哎，喝奶来。哎，等等，您今天这宝宝又兑了多少水啊？你说多少？一勺奶粉5勺水，多不多？哎，多不多？哎，这还不多呀。别喊，这我想问一下，您这三位都什么关系啊？哦，那个，您先说呗。您是？您老？我是婆婆。哎，好，您是婆婆呀？哎，哦，老太太这是啊。您好，您好。我就是媳妇儿。您是哦，媳妇儿、啊，这是宠物啊？这我儿子。我还有养了小狗呢啊！哎，别养。喝奶，孙子。孙子，不是你看你这么稀、啊，我们还有正事儿呢，你别太搅和了。有什么正事儿啊？没我们家宝宝事。别，